应该说以前不还不会感觉那么深刻，小时候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课本上面的一个名词，不会特别觉得那么的动容感动或什么的。但是越长大越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很深远，然后对于所有的我们期待中国会变得不一样的人也是一件深远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可能中国越想隐藏，就让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越应该用力去记得。For me, by myself, I just want to remember. For others, I guess just to show that we haven't forgotten despite everything.